会告诉你有没有，像这边有个检视范例有没有？它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，把那个鱼的部分哦，把它去背之后，那你可以套用很多种不同的背景啊，这个类似它可以做第一个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你可以加上一些其他东西，比如像这个是主体，其他一样可以再加进去，包含就是说像什么那个有一些鸟没有，你也可以把它加上去。像我们刚刚不是插入，你可以插入鸟。或者插入一个像插入一个夕阳吧，一个小太阳之类的哈、哦。然后这个人物的部分呢，你可以换他的帽子，有没有？然后甚至可以换他的衣服啊，这些背景也可以换。然后这个熊的话哈、哦，因为它本来的样子实际上就是有熊的头跟一部分身体。那底下那个东西是用扩那个有没有？刚刚有个展开功能，哎，自己可以把它其他的部分把它弄出来。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哦，OK，因为。有些时候呢，你看到只是部分，但是你希望让他想象出其他部分的话，哎，这个展开这个横开可以用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哎，像这个人哦，他本来其实只有这个部分，底下的都是自己展开的哦，啊，这个的话也是一样，旁边部分也可以展开来，哦，啊，诸如此类的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那个太空人，哎，太空人可以换个背景，哦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去有没有也是这样去背啦，再加入一些其他东西啊，这个就我们刚刚练习的这张图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换个衣服，我觉得换衣服也还蛮好的，有时候变成说它可以很快的，把衣服颜色换掉，哎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用自己的照片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成功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不用说一定要换衣服，但是可以马上。跟他讲说要变什么，它自动帮你产生。哦，OK，这个部分我想请各位自行练习的哦。那另外呢，甚至你可以把什么102的，那不过102部分哦，记得因为它没有支援 PSD 档，所以你变成你要自己把它先另存成 JPG 上传。哦，那我试了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吉祥物非常厉害，它去背。瞬间就完成了，有没有？而且还蛮正确的，连那个旁边须须都帮你去掉。那你可以再加上背景，有没有？背景可以把它选一下，看你要选什么背景，马上就给背景出现了。哦，OK。然后，但是我试了一下那个上个礼拜那个水管，好像那个水管就没有很成功。因为水管部分的话，好像这一张我把它另存，然后我把这个背景叫它把它选起来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底下这一块。他就误认为说是你不要的，但是这一块是要的，哦，所以选取背景我们再看看，我这边还没找到那个假设我不要的部分的话该怎么做哦，所以这个的话，请各位也许自己在试着利用这个Firefly 哦，试着把前面练习过的东西哦，再试着了解一下这个功能哦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待会哦，也许我们就是。再来看其他题目吧，108哦，这个我想我就不细部用人工的，用 AI 好像比较快一点点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110这一题，因为它其实不难，但是很繁琐了，因为它的问的题目这么多，有6个，我把它全部做完，其实蛮花时间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来看相对比较没那么复杂的题目啊，202。所以待会的话，请各位哦，先把那个202题先。稍微打开看一下，那其实也蛮容易的啦。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鸭子哦，可以做一些这个变化哦，包含就是说这个鸭子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鸭子部分先把它打开哦，开启就打哦，一样开启这个202题哦，然后这里面的话完成的是这个 TIFF，这个是完成的，然后它提供给我们的是，这个是做过的。哦，是这个鸭子哦，这个鸭子要变成像这样的，这两个把它打开哈，OK，这个是原始的，那这个是做出来的，哦，你可以看到哦，其实最大的差别这个鸭子吧，眼睛大大的，它主要是要把它什么先缩小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让这个鸭子去背之后放在一个涟漪上面，那并且有一个这个环状背景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啊，还有一个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。这边本来没有羽毛的感觉，它利用什么？这个好像之前有做过了，类似106的那个水流的那个效果，用指尖工具让它往上，让它有一个好像羽毛的这个感觉了。好，OK，所以请各位先把刚刚那个 AI 的部分先完成，好，然后再来
待会呢，帮我打开这个第一202题哦，先稍微把题目先看一下哦。OK，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202题的部分哦。